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就曾經表示，婚姻破裂導致1970至1996年間福利支出增加229億，當中包括家庭訴訟、醫療補助等等，因此當局選擇回避面對社會造成影響，討論辯題就不能夠單以個人角度出發，所以有關一夫必須解釋一個立場問題，係咪即使社會唔結婚，有冇覺得冇問題呢？其次，根據國立金融大學社會工作學副教授葉蘇科定義，婚姻係兩個人喺情緒同法律上嘅許諾，期望維持彼此權利同責任下經營共同生活嘅方式。因此，雙方首當其衝要討論嘅就係而家有伴侶嘅人應唔應該以結婚為終點。咁要衡量辯題嘅合乎時宜，就要審視婚姻對社會嘅健全同穩定係咪有重要性。我方見到有，因此辯題理應不成立，原因有二：第一，婚姻關係穩固發展，後代成長健康成年。亦都同阿芬就講話，因為結婚，就算生仔都可以結婚，但係結婚對於孩子嘅發展係更加好。而家之後仲解釋，每家後代都係支撐社會未來發展嘅動力，因此後代得唔得到良好培養對社會發展至關重要。而婚姻性質有助確保關係穩定，減低子女唔良期待嘅風險。根據美國全國家庭增長調查，與孩子同住嘅同居伴侶喺孩子15歲之前分手嘅機會係2.5倍，超出2倍。美國發展心理學雜誌更加指出，婚家庭嘅少年能夠完成中學學業嘅機會，比起未婚家庭少年高20%。未婚家庭孩子有更大機會喺中學階段轉學，增加子女學業失敗嘅風險。可見未婚家庭孩子有更大機會享有穩定嘅家庭生活，對子女成長都有更正面嘅影響。相反，未婚人士對伴侶衞生同未來承擔嘅意志比較薄弱，關係比較唔穩定。而家第二，不婚失去道德規範，陷入到社會散漫。婚姻作
你認為唔結婚冇問題啊？有啊。點解有啊？係咪人最終一定要結婚啊？點解我哋唔可以以其他嘢為種嚟視為種？又或者點解我哋唔可以淨係拍拖唔結婚啊？唔拍淨係拍拖唔結婚唔係一個家庭？我話唔係佢家庭，只不過結婚更加好。哦，有分同學原來你哋同我哋講緊呢條辯題係講結婚更加好，但我哋見到呢條辯題男大當婚女大當㗎。有分同學想問下當係咩意思啊？有幫同學，我哋睇翻古代嘅法律咧，嗰陣時講嘅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如果我哋唔結婚嘅話，就會人精重税；如果係應該嘅話，咁我哋咪咁再睇翻而家嘅法律啦。而家法律講啊，當係一定嘅意思。咁如果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係咪應該一定嘅意思嚟講？首先，當唔一定係一定嘅意思。點解有幫同學喂？嗱，有幫同學，古代嘅時候，你唔結婚會俾人徵重税，會俾人重罰。咁如果唔係一定嘅意思，咁你咪想俾人徵重税，俾人重罰？有幫同學都識講係。當係應當，係應該咯。有冇同學？我哋睇翻啦，其實應當其實喺漢語嘅時候講翻應當係有一定嘅意思喎。漢語入面應當有一定嘅意思。啱啦，有方係主邊講嘅係應當係應該咯。有冇同學想問你問題？方係今日呢個有冇同學想問你問題啊？男尊女卑合時宜啊？男尊女卑合唔合時宜？唔合啊！點解啊？你對合時宜嘅定義係點樣啊？令唔令到個社會可以穩定同埋持續咁發展？即係有分同學，你覺得男大，即係你覺得男大多分女大多嘅可以持續發展？係啊。點解？因為結婚係可以令到社會更加穩定。咁係咪淨可以淨係結婚淨先可以令到社會更加穩定？咁頭先話組織家庭先可以令到社會更加穩定。我想問下，我淨係拍拖唔結婚，然後生咗仔算唔算組織家庭？就是得學個法典。
發現，吳南發現有婚際論證緊結婚嘅合理性，根本就唔係討論緊婚姻中心嘅必須性。再者啦，我回應翻有方主辯對我嘅問題啦。其實我方主辯咧已經好努力咁樣加低咗當呢個字咧喺漢語字典裏面係指應當同埋理當，但係如果喺法律用，如果喺法律上用呢個字咧係有強制性，係應當必須嘅意思嚟嘅。所以有方啱揾到用字咧就明白㗎啦。跟住其實我哋雙方咧都係一致對合時宜嘅標準，亦都係討論緊婚姻嘅必須性，但係有方就當咗結婚有好處，就變成咗人都必須要結婚嘅原因。因為有方主辯就係論證緊結婚嘅作用，但係咪論證到佢必須要結婚咧？我哋逐個嚟拆解一下。首先有方首先咧，我方咧就從來冇否決過結婚係有好處，我哋甚至仲認同結婚係有好處嘅。但係咪因咁？但係咪就一定要結婚先做到有方口中所講嘅嘢咧？點解一定要結婚先至可以令到佢哋所生嘅小朋友有較好嘅教育咧？跟住再根據中國文化研究所指出，現今社會嘅風氣已經改變咗，而家唔單止家庭規模變細，而且養老觀念都轉變咗，同埋喺打破性別定型嘅情況下，婚姻嘅必須性已經大大減少。我哋睇完咗個理論，我哋再講一個數據啊。根據國家統計局出版嘅《中國統計年鑑2022》，國內結婚嘅數量喺過去十幾年不斷減少，重點喺生活富裕、冇戰爭同埋冇災難嘅前提下。係冇災難嘅前提底下，結婚人數依然都係減少。其實咁都反映咗單身同埋其他建立關係嘅方式已經喺大家嘅思想上 有所轉變啦。其實唔單止國內，仲係全球嘅大趨勢。韓國統計廳表示，認為結婚需要嘅男女比例就係有四成，甚至不足三成。所以無論係男定係女，對婚姻嘅負面思維都係急劇上升。從以前大家認為自己必須要結婚，子女都必須要結婚，變成可以唔結，甚至都。甚至到咗而家都盡量唔好結，有方唔理解社會嘅變遷。以前結婚要處理嘅大部分都係自己生活嘅問題，甚至係為家庭提供勞動力嘅問題。今日不斷推高結婚生活成本，要跟經濟基礎對子女嘅養育同教育，從以前提供勞動力變成如今嘅負擔。結婚從過去因為會帶嚟自身乃至家庭好多正面作用，已經成咗過去式。而有方咧，佢就有方話咩？水污主係嗰啲之前嘅嘢。最後想問下有方，現今社會我同你可唔可以選擇唔結婚？社會又會唔會好似以前咁樣歧視我哋結婚嘅人？多謝各位。我哋結婚依舊可以遵從自己個人主義，依舊可以自給自足。咁
其實結婚之後大家都可以互相磨合、互相協調，俾足夠空間大家。咁其實咧，而家即使結婚，要依賴雙方嘅人都只是要求依賴雙方，其實兩者係冇矛盾嘅喎。咁其實我發現，其實問有方咧，社會延續需唔需要後代啊？有方就都答咗需要啊。咁其實當社會需要延續咧，就自然需要後代。咁今日辯題嘅比較點，已經唔係深入需唔需要結婚，而係結婚對後代係咪更加好？其實有方就係質疑。唔離婚唔代表對自己最好，其實唔離婚唔代表對自己最好嘅關係唔好嘅情況，關係唔好嘅家長都依舊會有冷漠嘅家暴情況。但呢啲問題無論結唔結婚都依舊會出現，但至少結咗婚第一件事唔係諗住逃避分開，而係諗住一齊解決。咁其實究竟結婚有咩好處？我覺得咁想大家都係應當去結婚咧。其實我剛見到嘅唔單止係離異率會降低，而研究發現同完整結婚家庭小朋友相比，同居家庭嘅小朋友明顯會出現抑鬱、神經緊張同不安嘅情況。其實美國有一個針對全港性6至11歲兒童進行嘅研究，有15.7%嘅同居小朋友曾經出現嚴重嘅情緒問題，例如是抑鬱、自卑等等，但只有3.5%嘅小朋友同已經居住、同已經結婚嘅父母居住一齊出現咗上述嘅問題。其實俾小朋友喺健康穩定嘅家庭發展係我哋雙方嘅目的。因此，一個穩固嘅婚姻最後對健康成長同性發展至關重要。多謝各位。原因是因為由
由開面 去到耳庫的位置不斷都是承認一個方，其實婚姻是有好處的，只不過是有時喂同居都做得到喎，有一啲嘢，咁點解婚姻不好啊？但係諗下呢種嘅邏輯衝突，明明你都承認了婚姻係會對呢樣嘢更加好的時候，咁點解唔婚姻淨係要同居呢？因為其實有方好輸打贏要嘅，點解？因為直同係斟酌住咧，係必然應當辯題嘅字眼嘅當字，一時咧就話漢語字典，一時咧就話水滸傳，一時咧就話法律涵義。但實質咧三個定義都係由方自己所提出嘅。一開面嘅時候已經同我哋講啦，應當因為當嘅字咧係解應當，即係話並不係必然性。有方其實一直都誤認咗兩者嘅連帶關係，所以其實有方嘅論證咧係有少少嘅矛盾嘅。更加重要嘅係咧，我方其實一直都冇講過兩嘅情感問題嘅。喺我嘅公辯，我方嘅公辯環節嘅時候都提出過啦，所有經濟效益啊、心理效益啊、社會效益啊，佢哋都承認㗎。咁點解呢樣嘢唔係好處咧？有方更加更甚嘅係咧，去到講到離婚得上升，就等於離婚有問題。咁其實呢樣嘢咧，都諗翻都妥為係有少少邏輯嘅矛盾。如果有一樣嘢離婚率嚟話，有一啲嘢會好容易失敗，嗰樣嘢會上升嘅話，咁咪就係代表嗰樣嘢嘅本質有問題咧？更甚嘅係，方嘅處變都俾個數據你，其實唔結咗婚咧，離婚嘅機率係仲細啲喎，即係兩人分開嘅機率係仲細啲喎。咁點解呢樣嘢唔係對小朋友啊，對家庭成長，更加係對於社會發展嘅未來係有更大嘅好處咧？有可能講到兩者好似冇必然關係咁，但係實質咧就承認咗我方辯題所提及過婚姻對於生育社會嘅連帶影響，即或是係會上升啦，會幫助到嘅連帶影響。所以其實有方去到呢一度嘅位置咧，全盤崩塌，唔明白有方嘅論點係乜嘢。雙方咧去到呢個位置都唔否認咧，當代社會都會經歷愛情呢樣嘢。其實從根本性去睇啦，婚姻除咗法律嘅含義之外咧，更加係代表將一段愛情嘅升華。所以其實佢哋搞唔清楚一個問題係，即使剛剛社會嘅時勢係強調自由，都唔應該毫無規範。呢個咧唔單止係法律上嘅責任，更加係從意識上咧，大家都仍然係需要肯定婚姻嘅呢一個價值嘅。其實咧，有方又話唔係個個都想結婚，但係大家對於婚姻嘅猶豫啊、恐懼，難道唔係體現咗大家對於婚姻嘅重視態度，所以先會去謹慎處理咩？我方今日強調嘅其實好簡單，當社會仍然維持喺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咁彼此之間嘅道德規範，正正係維持社會穩定嘅重要一環。若然有方今日承認婚姻咧係對社會發展有所幫助嘅話，但係咧就唔需要靠婚姻都可以維持得到嘅話，俄羅斯我方主辯所提及嘅例子咪又係有方願景咯。但係事實反映嘅係乜嘢啊？離婚率上升，墮胎率上升，更加係社會停擺喎。咁事實反映我哋都否認係婚姻嘅必然性，從而上出網，就令社會陷入萬變不復嘅境況。多謝各位。但係我就想問翻有方同學，結婚係咪一定要生仔咧？
結婚唔一定要生仔，但係今日有方粉反映到啦，結婚嘅生理上喺個人層面上冇問題，但係對社會啊兩個伴侶嘅心理層面有更大嘅幫助喎。有方承認㗎，咁結得呢樣嘢冇問題啊，咁咪即係有方承認婚姻係可行咯。好，再問有方，有方一方都提過啦，已婚嘅收入咧係比多出93%，咁財富呢啲效益，有方覺得好唔好咧？
處有好處，即係有好處。我方冇認為當，即係有方同我認為咗當係一定要嘅意思啦。我方係認為一定要係唔，即係我方認為結婚一定要呢、這個唔，我就我方即係認為結婚。婚禮中，對迎方要交換戒指，而點解我哋每次聽到
嗰一句，無論係順境定逆境，富有定貧窮，健康定疾病，我將永遠愛你，珍惜你，直到地老天長，都會覺得好欣慰，自己都忍唔住感到淚崩咧。其實係因為結婚係向社會宣告，雖然呢個人同你冇血緣關係，但係佢即將會成為你嘅屋企人，係對對方身份上最大嘅認可。試想像，如果你同親朋好友講，對方係你男女朋友，可能唔會太重視，因為對方只可能係你一生中眾多伴侶之中嘅一個。但如果你表達想同對方結婚，佢一定會嚴正把關，可見大眾對婚姻關係嘅重視。再者，結婚賦予咗伴侶作重大抉擇嘅權利，應該彰顯咗雙方喺生死關頭絕對嘅信任。如果另一半發生意外，夫妻有權力去向另一半即係選擇要治療定係放棄，情侶就冇辦法做呢個決定。而同時，呢個誓言係我聽過最浪漫嘅情話，因為婚姻作為一張法定契約，係夫妻對愛情，亦都對雙方最真摯，亦都係最莊重嘅承諾。其實好多情侶當初選擇結婚，可能淨係憑住愛，未必有諗咁多。但係結婚正正就驅使佢哋主動去思考要負責任，因為結婚呢個決定會影響佢哋嘅一生，佢哋嘅身份亦都由有女朋友嘅人變成有家庭嘅人。而佢哋因為成家立室喺潛移默化之後咧，就會變得更加成熟穩重。其實婚姻無論係對個人定係對社會都更加好，咁所以我哋亦都會去向社會講。而家嘅年輕人或者時代應該去結婚，但係我哋當然亦都冇強迫佢哋結婚。所以我想講一句，但願每一句嫁俾我都可以用我嘅願意。多謝大家。
以前嘅人冇得選擇，唔合時都唔夠膽講，但係時移世易，黑人平權，男女平等，一個個舊有嘅思想被打破，正要象徵住我哋有啲思想已經係不合時宜，需要改變。改變嘅第一步係承認，有方可能覺得大家結婚嘅觀念係今日仲合時宜，呢個係時代嘅可悲，係思想嘅枷鎖。所以我哋就要抌低一個過去咗嘅思想，回翻現，提供翻現時需現時社會風氣需要嘅思想。三日前啦，5月17日係國際不再恐同日啦。呢一日咧，世界各個各地都呼籲咧，同性戀唔再恐怖嘅，同性戀者咧都有愛情啦，都唔應該要再受到呢個歧視。但係呢個世界上仲有埋係恐同啦，仲有埋係歧視呢種同性戀者。一樣有啊，但係當恐同在呢個社會上嘅思想，唔通就因為仲有人恐同就合時咩？當我哋有能力去選擇，有自由去選擇我哋嘅伴侶，甚至係伴侶嘅性別，有方不如我哋放低翻呢個傳統嘅思想枷鎖，還我哋一個自由選擇結婚嘅與否權利。多謝各位。但係越多就必然一定啦，咁但係去到後場又似乎覺得係應該都可以探討，咁我
調翻轉啦，因為反方呢條主線咧個設立其實佢唔係好個人選擇嘅，個社會上面係有呢個必要性嘅話，我哋都鼓勵啲人結婚，越多越好，最好100%都結婚。咁如果呢個係本身反方主線設立嘅原意嘅話咧，咁我就會奇怪啦，因為你睇佢個後牆咧係每一個都選出嚟打啦，都係大概應該嘅意思，又唔係一個必要。咁如果你本身條主線 set 出嚟，你覺得任何一個父母佢結婚之後生嘅小朋友，都比起佢唔結婚同居開放式關係更加理想嘅話，咁你係個大方出嚟承認係當係一定嘅事。我覺得冇必然，我通常追求全部人都結婚，係因為你有啲利處係冇必然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戰場對於你嚟講係唔需要用太多嘅時間去嚟討論啊，反而你出嚟評論係啊必然啊，一定啊係，就唔需要去拗應，就當時係應定係唔應喎。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去到場比賽嘅推演上，因為正反方嘅主線嘅設立嘅高度係有少少唔同，啱啱講高度有個角度有啲唔同。例如今日正方嘅角度係在於我個人上面嘅選擇，我要去俾呢個選擇佢，點解咧？因為呢一種嘅選擇咧係個社會上面嘅改變。換言之，呢個論點之下咧，你未必真係講緊佢背後有一個好強嘅合理性存在，只不過係個社會上面嘅現象，就係、是、越嚟越多人選擇去。或者越嚟越多人選擇開放式關係，咁但係你係冇批判過呢樣嘢好定唔好，只要多人做就等於佢係合適，或者係多人做等於佢係不合適，越嚟越多人選擇唔結婚等於呢樣嘢不合適。咁但係今日反方咧，佢係相對上合理嘅，即係佢會講，我唔係講佢合理，講合理性嗰個進步係強啲，因為佢會講就係佢批判咯，呢樣嘢佢係應該或者唔應該做，係因為佢應該做，佢先能夠保障到後代嘅幸福。咁孤立論後代咧，喺呢場比賽面試到比例幾重啊？咁但係呢個係你正反方一個幾大嘅分歧喺論證手法上，咁所以換言之咧，喺呢場比賽面咧，正方你要處理嘅就係你要解釋俾評判聽點解就點解就算有反方呢種行為，都有啲承認佢有呢個好處，只要有更加多人願意去用唔結婚嘅方法去生活，呢樣嘢就等於唔得合事。咁調翻轉反方呢個去解釋點解咁大嘅好處，而面對住喺社會上越嚟越多人唔願意去結婚，你要點樣去處理？咁但係其實反方相信處理咧容易啦，佢個立場就係一定要結婚，好鼓勵結婚咯。佢唔結婚都批判佢，同意講一樣，同埋佢收唔到税，我都收唔到税嘅。咁當然佢唔講得咁極端啦。咁但係反方個前提立場已經係咁。咁所以喺呢一個嘅角度上面嘅分野咧，我覺得雙方係應該適宜地去收窄你呢個分歧，而令到你可以爭取更大嘅優勢啦喺呢場比賽。咁所以咧，再落到去咧就係另一個問題啦，就係、是、今日咧反方係有個策略係幾成功嘅，因為佢嘗試將婚咧同埋生育做一種捆綁。咁正方有時係挑戰啦，就話喂，咁其實我唔生，我唔結婚都話生小朋友啫。咁實際上你講嘅原理一定唔係嘅，你講嘅原因應該係，咁如果我結咗婚，但係我冇小朋友，咁我係咪就唔需要結婚？因為今日反方嘅成個必要性係可能於，因為我假設咗你係想生小朋友，所以你要結婚，或者係因為我結婚，你就有更大機會有小朋友，所以為咗小朋友嘅幸福，你就應該要去。去做結婚呢一個嘅補習，因為結婚對佢保障係更大嘛。咁但係實際上個比例大家唔會行到喎。即係到底喺香港入邊，如果即係假設生小朋友同埋結婚個關係唔係咁密切嘅話，咁反方嗰個正當性係咪真係咁大咧？即係我係咪會因為隔離鄰居佢個有個小朋友，所以我都要結婚啊？因為你貪佢小朋友家庭點點，就算我雖然唔生小朋友，我都要結婚。咁呢個邏輯係咪真係咁合理？咁所以我會覺得，因為正反方討論嗰個例子未必係好對準。因為我估計咧，正方你想講嗰種孤立嘅改變啦，或者多元嘅關係咧，同你所講生唔生育或者有冇後代關係唔係真係咁密切。咁但係你冇嘗試去做呢個反駁嘅時候咧，變相今日反方去講嘅嘢就會相對上比較合理。因為就算我當即係我當我係判斷到呢個係有一個論證落差，即係我判斷到係今日反方嘅論證上面咧，佢即係論證緊有小朋友嘅家庭係應該要結婚，而唔係論證緊全部家庭都需要結婚。即係我當我識別。咁但係你正方冇做呢個反駁咧，我都唔可以俾相應分數嘅，我只可以覺得啊，反方去到後場佢 keep 住有論證嗰個權利分，咁呢個係即係講呢個判準上面嘅問題啦。咁而去到嘅最後一樣其實係，我覺得咧可能正方你需要更加多嘅就係內容上面你要去諗清楚，即係例如係你都可能預估到今反方會講啲生育啊，或者係個社會延續上面嘅問題。咁呢樣嘢你又係點樣去判斷咧？係咪你都可以去論證一下呢一個人主義係咁合理？因為你純粹係你呢個合理性係嚟自於好多人做，咁但係多人做同正唔正確同應唔應該鼓勵，佢應該係幾個層次嘅問題。咁呢個問題係需要當中更多關係論證，生得出嘅結論就係、是、我哋呢個社會就算結婚生小朋友，對呢個社會嚟講影響係唔大嘅。舉個簡單例子，
例如翻返我嘅房，結咗婚之後咧，你個累積財富咧經濟係好大嘅。咁正方我都嘗試啲例子可以講到，就算而家啲女性佢唔結婚，佢淨係維持佢嘅事，佢對個社會都可以好有貢獻。即係女性嘅地位係咪需要你咁樣講？你覺得以往女性點解要結婚咧？係因為佢個弱勢群體，佢需要結婚去保障自己啊嘛。咁到到而家啦，你識講啊，當女性開始有佢自己獨立自主嘅地位。咁佢會唔會都就算佢唔結婚，唔需要上夫嫁妻情況下，佢發展件事，佢嘅社會貢獻都好大。所以結婚咧有必然性嘅啫，咁解。咁所以總之嚟講咧，我覺得正方你比較似係兩性緊嗰個潮流開始減退，即係相比以往。我實際上個潮流減退合理正當一樣嘢咧，個論證唔係真係咁。咁但係其實本身呢個問題咧，呢一陣喺呢一陣方面咧問題唔係真係好大，係因為反方係採取咗相信佢批判現況嘅進度。導致我哋呢個位置成為一個你論證嗰個缺口。咁而對於反方嚟講，我就會覺得喺選擇戰場上面可以再有多啲嘅功夫去審議。即係例如係你話你問唐人嘅問題，我係理解，因為你想要個結論就係多人做唔啱。咁但係呢樣嘢係要去後傳你唔出，而唔係繼續用唐人去包裝你呢個邏輯啦。咁甚或乎就係去選擇揀唔揀當唔當呢個戰場去打嘅時候，你都係可以冚糊，因為有啲立場咁絕對，有啲方式唔生得人咁熱搏嘅。咁你個當嘅正當性唔存在，你可以完全。正方嚟講係一定係必然嘅，所以我立場係必然要分。咁呢個答案上就好舒服。咁第二個就係呢個。
總結嚟做嘅。咁但係我覺得反方你哋本身好似有提倡過，就係話結咗婚佢哋分開嘅機會率係即係低啲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啲嘅例子你可以再説多啲去要求對方解釋，因為佢今日就係覺得你結婚又係會離婚，你唔結婚又係會分開。咁其實呢啲嘢有啲咩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好想強調嗰個社會嘅問題嗰啲契約嘅話，咁我覺得你就可以喺呢方面多啲嘅。咁所以我覺得正方你哋係需要諗下，你哋點樣可以有效啲去解釋，就係我個人嘅權益其實喺現今社會下點解係更加重要？即係會唔會其實反而社會呢種契約嘅，即係我明政府想我哋咁樣，或者係從一個即係你真係成個社會嘅層面去，可能真係有啲嘅契約係綁社會。咁但係如果而家大家都唔希望透過呢種契約去共識，因為事實上係可能到你結婚嗰下降啦，或者係即係啲人就算拍緊拖，因為對方話要以結婚為終點啊嘛。咁但係真係咁多人覺得要以結婚為終點，或者去到某個情況下，其實結唔結婚對佢嚟講真係冇乜太大分別嘅話，咁呢個社會仲要對我哋有一個咁樣嘅即係assumption，就係我要以結婚為終點啊。係啦，咁我覺得你睇呢啲地方嘅形式咯。咁同樣反方就係、是。你同我講話個社會需要呢一啲嘅，即係呢一種嘅契約啦。咁我會喺度諗嘅就係、是，咁社會需要其實會唔會正正就係反映咗而家啲人仲要，即係可以，即係你話我記得你好似有講過話即係法律有時即係法，如果即係大概嗰樣嘢，法律會唔會都不合時嘅嗰啲地方啦？我係認真有諗就係、是。其實法律都可以有合適嘅地方，所以我哋先至會去重新 review 咯。咁如果你從一個即係管理者角度，好想佢哋去結婚，好想用呢啲咁樣嘅形式去綁死佢哋，但係現時嘅社會嘅人係有限嘅話，你知我覺得呢一種契約模式真係不太重要，或者我係唔同意你哋講話要以結婚為終點的話，咁你從社會角度睇，既然啲人都係咁樣諗啦，咁其實呢件事係咪真係問我需要合適？必要嘅，咁我覺得呢個係第二個。咁最後一個咧就係、是、今日討論嘅嗰個例子，即係咧，其實喺正方嘅世界咧，南大方同南家咧都係好似反方咁樣講，係要結婚為終點咧，去到某個年紀就應該要去行呢一條路。雖然反方又好嘗試，即係綁死佢一齊要討論嘅一啲即係戀愛中嘅人，咁所以佢哋就要結婚為終點。但係其實我覺得我嘅詮釋會係佢再闊少少，就係、是。其實呢一句説話背後隱藏含義就係，好似反方所講，因為社會上想要一啲契約式嘅即係關係，甚至佢覺得你想中最好就係每一個人都可以咁樣去組織嗰個家庭，所以去到某一個年紀我就要行呢條路啦。咁但係會唔會喺以往嘅社會，即係當然喺嗰、那個時，即係嗰個合適嘅時間線咧，係隨住社會一路進步所以滯後。咁但係會唔會去到現今社會，其實實際上？存唔存在嘅一條所謂合適嘅時間線，即係例如可能就係、是，我覺得正方可以詮釋到就係、是，咁佢話某個時候我就要去結婚啦，咁但係其實而家係咪真係有呢個所謂某一個時候到咗我就要結婚？即係有啲人就係佢一生都係為小家嘅，男女都係啦，咁所以對於佢嚟講婚姻唔重要，或者係單身嘅人，我根本就唔認為我要揾一個伴侶，所以基本上呢個合適嘅時間點係唔出現。更甚嘅就係，就算我係拍緊拖都好，結婚啦，呢個時間都係唔會。咁所以如果而家社會嘅人都覺得呢一個合適嘅年紀係唔出現的話，咁呢件事情應該仲係有事。咁反方係我個人覺得就冇乜好刻意討論嘅，因為你主持最強嘅地方就係因為婚姻正，咁所以你快啲結婚啦。咁但係我覺得你哋都要諗嘅就係、是，即係首先婚姻好正係咪真係？即係呢個係你哋可以講好多嚟處咧，咁社會嘅人係咪真係咁在乎咧？即係咁我一齊咁我唔生仔，咁我唔使考慮你嗰啲未離婚嘅問題啦。你話嗰啲權利嗰啲，如果啲人真係咁 care 啲權利，有啲人唔同佢結婚。咁所以就係、是、如果啲人都唔係真係咁 care 權利嘅話，婚姻好冇同我哋想要係兩樣。咁之後再就會引申出一樣嘢，就係其實我係咪真係會有我需要結婚嘅呢一個時候嚟？如果大家都不再覺得我到了某個時候，即係可能以前一個人真係到三十歲，係我都差唔多，我都一百，我係一百年嘅，我都係咁，係時候要組織大家，可能啲人唔夠點樣，大家三十歲，可能先至係你事業啱啱
即係開始拼搏嘅時候，呢樣嘢甚至去到五六十歲，佢已經係變成一個算啦，扶貧扶弱嘅一個感受嘅時候。咁呢一個合適時間呢樣嘢就唔再存在。咁我覺得如果你幫喺呢一方面再呼籲你哋，可能你哋主持嚟邊，即係現時咁樣聽你哋主持，除咗得翻婚姻係好好嘅一個回應之外，可能你哋有太大嘅反應。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你哋可以諗下。咁最後一樣咧就係我覺得係關於雙方一啲impression 嘅問題，即係我個人就覺得即係辯論咧就都需要融合啲風度，因為我覺得即係你同人辯論啦，你個重點唔係想鬧到佢鐵口喉喉，你係想說服我哋，再加上係要令到對方冇辦法好有效地回應你，所以我唔會喺個分子上面好即係好明顯嘅分數扣分，但係呢樣嘢對我個觀感唔同，就係無論係大家嘅風度問題啦，定係你喺你哋俾出去之前喺個位置上面嘅一啲小動作啊語言啊，我都會喺度令到我對你哋嘅 impression 有啲回感，即係我唔會話對你哋 impression 好差，但係我會覺得其實可唔可以即係 mild 啲，或者係達明啲，或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呢一樣嘢啦，即係佢喺呢場比賽嘅分數上面就真係冇用，冇乜冇乜影響，只不過係對於你日後你想出嚟去說服一個評判，你到底係一個即係談笑風生嘅形式，更加令到我覺得你講啲有說服力，因為係真係富富馬街先有啲說服力啦。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全面嘅意義。其實你哋應該更大嘅篇幅唔係講婚姻啲會有想法嘅問題，
想法嚟。啊，因為你哋咧主要就講咧咩外國有區分，有好多咧針對非婚姻呢種形式嘅好多嘅無論法律層面或者社會層面嘅保障，又或者新嘅修訂，喺過去嘅嗰個歷史入邊係冇。所以咧，其實如果你哋想講咧呢一種，當個社會開始呢個發展變化咁啊，唔同嘅人咧又唔需要嘅時候，如果你真係好想保障某啲人喺某啲情況之下嘅權利，咁你唔同區法或者用其他嘅法例係咪都可以做到咧？如果唔得，咁嘅原因係咩咧？咁我覺得用翻你哋主面入面嘅一啲立論咧，其實去嘗試回應嘅方法啲問題咧，都係可以考慮嘅。譬如頭先兩位評判咧都有提及，即係前蘇聯嗰個例子啦。咁蘇聯嗰個制度之下，咁佢即係放棄咗呢個婚姻制度，但佢有冇其他嘅制度保障？譬如好似佢哋所講，佢有冇即係嗰啲其他嘅法例嘅存在咧？如果佢係冇婚姻嘅制度嘅同時，乜嘢嘅保障都冇曬嘅，咁可能真係有問題。但喺你哋嘅世界之下，第一你哋會唔會冇咗婚姻嘅制度先？即係你哋認為不合時宜，代表呢樣個制度咧就一定要取消。第二就係、是、就算呢個制度唔存在或者冇額外嘅保障，其他方面我哋會唔會對佢額外嘅要求或者保障咧？咁呢個時候你就可以去即係嘗試去將現時呢個語境咧，嘗試去即係同對方講呢啲例子嘅語境咧，即係去即係做一個區分，即係你用呢啲嘅例子可以運用喺當代咧，最重要嘅原因係合理性高。咁你哋嘗試去測合理性，咁但係咧，你哋都只不過咁長啦，就太多嘅時間都只係話婚姻用公共嘅思想啊，而家已經唔啱㗎啦咁。咁但係究竟點解呢啲嘢唔啱咧？又係因為你哋又承認曬對方嘅好處嘅時候咧，就變咗你哋講嘅嗰啲固有嘅思想，點解係好唔適當嘅嗰個位置咧，就唔係好能夠即係我能夠理解得好好啊。咁如果以反方嚟講，因為咧其實正方嘅同學好強調，即係而家好多人嘅選擇又唔同啦。咁離婚率好高，咁所以咧喺你哋嘅理解之下咧，咁你哋咁樣選取嘅嗰個方式咧，就係話嗰啲用咗啲類型線，譬如你用旁聽啦，咁你哋想表達意思，因為頭先評判都有講過，我都同意嘅啫。你哋想表達呢個人佢做某樣嘢，不代表佢啱，即係佢或者唔做某樣嘢，唔代表佢係啱嘅。或者好多人都工作人生冇目標，咩都唔想做，就係想食飯完咁，不唔代表多人做就呢件事就咁。咁其實咧，你哋即係喺聆聽即係正方堂講嘅一啲即係佢哋唔結婚嘅原因嘅時候，譬如其中一個例，即係除咗生活模式或者人生選擇啦，呢個比較空泛，一個比較具體嘅就係因為咧結婚嘅成本好高。嗱，你諗下點解結婚成本高會令到嗰個人產生唔想結婚嘅想法？就係通常好多就。即係我要預備很多嘢俾我嘅伴侶同我嘅下一代，所以而家就諗住啦，唔想搞嘢。咁就好似一個人讀書要很多時間，佢就唔好想讀書。人生好攰，唔想經營我嘅人生。即係個邏輯都有啲類似，因為有啲人跟唔上個掣。我人生真係覺得好攰，我而家咩都唔想做，我就係想喺屋企瞓覺。阿爸媽你煮飯俾我食，完咁樣。咁但係呢樣嘢係咪合理先？即係因為成本高，所以我就唔想做嘅呢個邏輯。而且呢樣嘢咧，我覺得係比較符合你哋嘅成個主線，因為你哋所講嘅好多社會產生嘅問題咧，咪正正係因為好多人都唔想做就係咯。即係你哋話個社會嘅平板，即係不過你哋講得好誇張啦。我唔敢肯定。你哋講蘇聯嗰啲咩工廠平板啊，嗰啲好大量嘅問題，因為的而且確呢個地方確實唔熟。咁正方嘅同學咧，亦都冇正面嘅例子啦。咁但係當時真係冇咁。唔夠肯定，但係我當呢個係個事實啦。咁如果呢個係事實，嗰個原因係咪就係你哋所講嘅嗰個，即係同對方所講，好多人因為驚咗呢一個婚姻帶嚟嘅嗰個即係所謂嘅壓力，所以我哋就選擇咁呢個時候，我哋應該鼓勵佢哋要去負翻責任啦，就同佢講得噶啦。呢個個人自由嘅選擇。個人主義嘅社會啊嘛，個人自由選擇，想唔負責就唔負責噶啦。好啦，你去啦。究竟邊一樣嘢先係我哋社會認為合時宜嘅方式咧？咁所以係可以再進深少少去討論對方嘅，即係去理解婚姻點解唔合適嘅原因咧。其實可能係同你哋嘅主線咧係反而都掛鈎嘅，都係。